This girl played in the nearby woods. She was always the best. 哇，好多幽影遗痕。干嘛用了那这东西是？This girl played in the nearby woods, the image of an orange-haired cat to sleep. 哦，这东西就是讲一讲他们以前是什么情况是吧 ？What came if he had dreams of boarding a ship in Baldur's Gate and seeing the world? But then the darkness came. He sensed a young woman gazing at moonrise towers in awe. 夜兰花。Perhaps one day she will get to. 夜兰花什么说法呢？影星最喜欢的花，送他一朵。你搁这玩他妈的星露谷物语了你？偷听。This place, there's a power in these shadows. I can sense it. Rings a bell? Why? Oh, hells! Pick that by hand, did you? They're deadly. 我戴手套了，我戴手套。Joking.就你妈呢你这也太整蛊了吧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give you in return, I'm afraid. 你改信洛山达就行。感觉不如We'll see. Give me a while to put my imagination to work. 可以。哇送给影星一朵夜兰花他最喜欢的花。他果然是个柔情似水的人。He had dreams of boarding a ship in Baldur's Gate. He sensed a young woman gazing at moonrise. 竖琴手指，你跟阴点你他妈又不发光。Stalking slowly through the woods, bow half drawn. 竖琴手指认识什么？好多好多人。He kept fed all winter. 妈的！哦，上面有个箱子。还有一个骷髅。开一下箱子吧。我拿一下治疗药水。哇。诅咒幽影诅咒营地中烟光芒吉斯阳基人月初之塔哦你甚至可以从这个幽影诅咒之地直接前往那个吉斯阳基人那边我操你又能飞一会儿了飞有什么呢上面是营地先不去了要顺这条路先往前走吧 OK 啊红色有法术。哎，东西、哎，没有进回合制了。卡拉克跑得太快了，我超了都。那我退了。别急。好了，好，开吧，退了吧。这边怎么那么痛？这是什么竖琴手留下来的吗？可爱小蛋是什么傻屌东西？操！可能是希特勒的蛋。哎，是不是只有一个？俩 ，double、哦、一对。那不是希特勒，那不是。哎，吸毒狗。乌鸦。哇哦！哎呦！兄弟鉴定成功。兄，我操！我被围住了。这时候我如果手里有把手榴弹，那你一定很开心。你也被围住了。没事。哦，观察错人了，我观察的是你。哦，还行，什么都没有。我他妈跟你在这儿嘻嘻哈哈的。
阿牛哎，拉森多嘞！哇！哎呦我操！你这也太抽象了，我操，绷不住了。哎，你这也太抽象了，兄弟，我操。行了，一人一下解决了。不用一人一下。我咋不开一下吗？我还有一拳呢，你忘了？哦。哎。这也太抽象了，我日。哎，不，这也太抽象了，兄弟，我操！哎，影星换这个项链，好，项链没用。哎，这也太抽象了，我这兄弟，他妈的，把自己人差点轰到地上，然后黑黑的血在这里，我日！没办法，他那个是范围伤害。我知道，我知道。救命！一片黑暗朝雷斯文席卷而来。嗯，走出几步，求求你了，我愿意抛弃我们的失落女神，亲吻月之少女的双脚。现场判教是吧？操！什么他妈的黑魂玩家？是把蛋给人踩碎了啊！就捡起来。皮匠之醒。小蛋是，哦，原来只是营地补给袋里的。嗯。上面还有没有价值的？就一个旅行箱，跳了。那个旅行箱哪个？哦，那得扔下来不完了吗？哦，做狼牙可以。嗯。看看这里边是一双皮鞋，我用不着，我操！居家服嘛，带出来的那是最好的。哇，哥们儿八点力量，我操，穿着一身重甲，跳下来竟然不受伤，无敌了。没那个什么吧，没那个，这里边有重量检定吗？就跳的时候。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应该是有，但是估计没不算那个但我只觉得常理来说啊，一个法师穿着一身重甲从那房顶上跳下来。嗯，这里边是一个营地，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营地，有一层结界，去看看呗。不是车。这边啥也没有啊，存档。哇哇哇，吓我一跳。扛存档。哎，察觉失败，小心点，察觉都失败。这有怪啊，我操，幽影诅咒慢生怪等级9。嗯，调查任何生物对这一团缠绕藤蔓发动近战攻击时都有可能陷入缠绕状态。嗯，没事，体外消化可以吞噬所有被束缚的生物，并让其浸泡在消化液里。我日，哎呀，没事别急，祖师爷狠狠地制裁他，他估计不能爬梯子吧，兄弟直接爬到梯子上面，让祖师爷狠狠制裁他。你附近有梯子吗？哦，那上边。对呀，我不信他能蹦上来，我操！除非他能把这个架子直接拆了。你咋爬？哎呀，我直接蹦，开战！我不打他，我蹦过去，直接上去不就完事儿？我存个档。真打吗？等等吧，探完了再来收拾他吧。看见了，反正。来都来了，是吧？是这个意思，来都来了，是这个意思吧？对呀，来都来了是吧？
我想想，我想想，嗯，要不，算了，你存一下，你存一下，我他妈的，我已经存好了，我已经存好了，然后怎么办？然后怎么办？别急，别急，我先看看他有没有敌意，好吧，这个人，我要再往前走一步呢。但真的能、真的能打吗？我的 fuck！ 本来还以为能使用祖师爷战法狠狠的击毙他。他真的有敌意。他敌意很大。算了，那算了，误会，误会，就当没看见。刚才是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哥们儿太狠了，我操！溜了，溜了。溜了溜了溜了，走风，这边走风。本来以为啊，本来以为太狠了。我说他妈这边怎么那么空啊？原来是有大的。哎，咱在这张图结束了，打到十级能他妈治过他吗？差不多，我感觉应该没什么。十级打九级，再加上这些小怪，就三四级的，没什么问题。我走上面了，我看上面还有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应该，哎，现在这哥们儿太狠了。叫撑尸，哎，嗯，又跳出来两个察觉失败，脱龙。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我这边是一地尸体，我看看你那边发生什么。我这边跳出来俩察觉失败，走到这儿来着。嗯。我操啊！各种突袭啊，这边就是。那要不我过去啊？嗯、还是你直接读回来。喂，不用，这些应该还是大。你俩能不能贴紧一点？我这是。稍等，我调一下。我想到乌瑟尔那个 B 技能有点没用。我靠！咋了？雷鸣打击，赤焰斩，英雄气概，命令术，强令对决吧，带个。虽然我已经没法出位了。你那边是从哪儿绕过去的？底下。兄弟，走路要小心，再小心。这一代人怎么俩人贴的这么不近呀？我操！有没有什么密集阵型这种走路策略？我这四个黑暗剑把自己关了，我这。哎，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这里打人形怪，我一个黑暗剑把他关在里边，哦不行，他被诅咒了，他妈的，他好像会加强呗，我操！水电法吗？哇，直接加入战斗。汪汪汪汪汪，全碎。怎么会造成了穿刺伤害？摔什么东西上去了？操！哇，这个逼藤蔓还他妈有穿刺伤害。
哎呀，我他妈紧急加入战斗还他妈算。我去你妈的吧。你爹我溜了。啊西吧，哎我服了，我想想怎么打，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哦，两下未命中。哎，你打我一下吧。无盾术。哎呦，啊！哎，这也太抽象了，这兄弟他妈的！哎，跟你爹打，哎，跟你爹打，哎，他妈的，走到这里是吧？那就别。别怪我啦！你先上去打吧。我想想怎么办？哎，你能把他们一下全秒了吗？我他妈哪来这么高的伤害呢？请问？那要不影星先打？你影星打，然后让开，我他妈得让那个谁踩过去凑。我让不开。我到这儿移动力就已经满，就已经拉满了。不，你走到这儿不好吗？我操！让不开。那我冲不出去，我得放雷鸣波。OK， 那我冲。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啊，可以让。飞喽！你这不还是把路堵死了吗？我只能飞到这儿，你想让我飞哪儿吗？啊，算了，无色耳让开吧，我。嗯。哎呀，刮一下。哎。我冲！没人告诉我会发生这个事啊！那要不那哥们儿上去扛一下？这不就再往上走吗？我这。那乌萨尔撤回来呗。那乌萨尔还能动吗？能，还能往回走。撤回来。好加油嘞，没别的说的了。哎，不对，我他妈该直接变了踩上去了，操！我忘了，我踩不上去，没移动力了，我。哎呀，起来真费死了你。哦，束缚了，然后呢？移动力不足。集中脚缠术，这东西不弱火吗？我这你要不我给他上个分心攻击？不行，
行。OK， 解开。你再打他，命中率就提高了，提高了5%。哎，这不是那个项链吗？我他妈之前想戴了那个马有富强酸剑项链是吧？听见了，操！切到卡拉克，嘿嘿嘿嘿嘿，束缚怎么解呢？我日你他妈的！无法移动，我操！动弹不得，能协助自己吗？不能。能投掷自己吗？不能。哎呀，知道祖师爷的厉害，他不是祖师爷。总之先来一下，哎，解开了，专注被打断，一下就扎断了。你在前面站着吗？上不去了，哎，能？疾风连击，噔噔，打了。哎呦，真的各种出息，我真麻透了。哎呀，直接被狠狠炸飞了，我这。你怎么又诅咒了？你贴回来吧，我求求你了。想点个东西，谁又诅咒了？我光亮树呢，我给自己上一个。哎，他这个光亮树到底是他妈集中还是什么？我能上两个？我这啊，不能。看看这边是啥，我他妈踩他这个逼枯藤怪，踩我踩他这个逼强酸，踩一脚帧数掉一次，踩一脚帧数掉一次，我给我恶心完了。幽影诅咒之地营地。哦，他身上刚才给的这个逼穿刺伤害，我以为是甩到地形上去了，没想到是自己爆炸，我操！怎么这么多竖琴手啊？这儿树啊，他的坟被小动物给刨了，真可怜。哦，这是什么地方呀？你从哪儿让我来存着的？你看见了什么？哪儿看见的这个故事？什么哪儿那个故事？是谁的坟被刨了？这个瞧一瞧，那边不有个碑吗？哦。然后碰了一下碑，然后他跟我，然后这个角色就说，这个墓穴乱七八糟的，一定是小动物的杰作。哦，我还以为是你捏的刚夺的杰作呢，我操！他妈的，当着人家那个逼指挥官的面缠着父母的坟，寒月愁愁。哎，你鸡巴谁呀、啊？